现在发生了意外，后续的责任恐怕也得一起承担。三立新闻戴伟成、葛柔、新北市采访报道。好，年菜想好要做什么样的好料了吗？很多人会准备佛跳墙，不过外面一买呢，可能一盅都要上千块钱呢。今天呢，三立新闻也独家访问到了阿基师，要教你只用300块钱变出超美味的佛跳墙。热腾腾佛跳墙，冷天来一碗好享受。过年吃团圆饭，当然也少不了这一道。美味秘诀在哪里？阿基师首度独家大公开。把鸡腿过油炸得酥脆，放进瓮里，接下来把炸过的猪脚、排骨、新鲜笋丝各种丰富配料一层一层叠上去，现在把整个原味高汤呢就这样子加进来，最后淋进高汤，再用保鲜膜封好，就可以放进蒸笼里。经过8个小时，美味佛跳墙上桌了。芋头都炖到整个化掉了，所以它汤头是很浓郁了啊。每一个食物摆进来有它一定的顺序，比方来讲，第一层一定是老母鸡的鸡腿肉切块的，炸完了以后堆叠第二层，就加了小段的这一个桂竹笋，我们也寓意着我们的家人来年呢都能够节节高升。料理步骤好讲究，不管是油温还是材料堆叠的顺序，差一点都不行。加了那么多料，你猜成本多少钱？答案是300元，而且这可是10人份的佛跳墙，等于1人30元就吃得到，跟外面一瓮要价1000元的实在差很大。美味不打折，成本倒是很省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三新闻陈奕杰、古高树、新美术报道。好，不止阿基师哦，现在就连超商也来抢攻年菜。